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晚天气报告，我是黄德勤。昨晚去到今早仍然都受到一些东北季候风影响，天气方面明显是凉了很多。看回今天的最低气温，市区来讲就是14、15度，而新界北部大概只有12度而已，天气明显是凉了很多。顺便都提一提各位，记得要穿足够的保暖衣物，好好保重身体。我们预计未来几天最低气温仍然都是大概只有14、15度之间而已，天氣仍然都係持續一個比較涼嘅情況。睇翻今日嘅天色方面啦，嗱，可見得到今日嘅天色方面都係一個比較多雲嘅情況啦。衛星雲圖上面都可以見得到咧，喺呢個廣東沿岸一帶都係受到一道雲帶所覆蓋住啊，為我哋今日帶來一啲多雲嘅天氣。詳細嘅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多雲啦，咁有一兩陣雨噶。咁啊，今晚同埋聽朝早嘅天氣咧仍然都係清涼噶。市區嘅最低氣温咧大概只有15度嘅啫，新界會再低一兩度。而明天日間最高氣温就會上升到18度，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。看回一些預報圖，我們預計未來幾天仍然都受到東北季候風和補充影響，因此未來幾天的天氣仍然都是一個持續清涼的情況。展望方面，隨後幾天的天氣是持續清涼，週末期間是會有些雨，而去到下周初的時間就是短暫時間有陽光。今晚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，再見。